梦见吃面是什么意思？面条能暖身暖胃，提供能量助消化。在中国，面条还寓意着长寿。那么梦见吃面预示着什么呢？梦见吃面预示梦者的生活会富裕，身体健康，而且还会有好事即将来临。女人梦见吃面预示着梦者夫妻的感情很融洽，而且很幸福。梦见别人吃面是吉祥的征兆，预示梦者身边的好友会给你带来好运。梦见别人请吃面，预示梦者生活中将会出现一个和自己有理不清的关系的人的出现。梦见吃通心面，预示着你的身体很健康，而且身体免疫力增强。梦见吃阳春面，预示着你的桃花运不错，在异性交友方面运势会有所上升。